花痴迷，请多指教啊。没问题，吃货男。胆子不小吗？连偷窥都不敢。那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我美丽的脸蛋呢。不是耍大小闹而已吗？他们怎么来真的了呀？小米学姐，这脚虽然踢得很漂亮，但是动作太多，恐怕会吃亏。倒是你，连护齿都不带，小心牙齿全掉。哼，看最后谁的牙齿还在不在。干嘛？难道我不能用脚吗？啊！再来！怎么样？难道我不能用拳吗？小米学姐虽然步子很快，但是动作幅度太大，十分的冒险。相反，你看亚楠学姐，她的呼吸仍旧很平稳，她在等待机会。哼，一招决胜负怎么了？来呀、啊！我们这样的女孩怎么会爱上格斗？我曾经像其他小女孩一样学过钢琴，但却没有坚持多久。我也曾经憧憬能随着优雅的音乐跳着美丽的舞步，但最后还是放弃了。我宁愿握紧拳头，让无数又旧又破的拳套扔了换，换了又扔。宁愿脱掉漂亮的舞鞋，穿上两三个月鞋底就会磨破的运动鞋。回想起来，是什么让我如此坚持？那都是因为在擂台上这几分钟里，身体像一团火就要爆炸了一样。正因为无法自拔，喜欢上这种感觉，而爱上格斗。